哼，只爱一个人。你喜欢维恩，你选什么剑圣？抢我英雄？对不起，不就完了吗？对不起，谢谢口口口口口。我这印错。他可能想闪现抠我们啊！哎呀！完了，他生了呢？怎么？哎呦，他生了！生的很让我难受，谢谢饺子睡醒了的飞机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谢谢误会一场的飞机，螃蟹来了，那我直接抠吧，下路好看吗？你是不是当我杀不了你小伙子？我刚才这波100个细节在里边，我告诉你们，首先用 W 挡掉防御塔的伤害，然后再用 W 重置了一手普攻，一箭双雕，谢谢误会一场的飞机，谢谢饺子睡醒了和孤单一人和城南路深井兵的飞机，再来个飞机抽奖啊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，必须得到执行，隔离那些激进分子，还有98个呢，我要把那98个都说完，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就结束了，算了吧。9秒有点燃，没事，应该能随便拼，跟着盖伦。怎么拼？我感觉都能。哎呦，你可能有的时候吧，这玩意儿了好使，有的时候这玩意儿不好使，这个时机其实掌握的不是那么很好掌握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追呀，那我就跑。你确定要追吗？嗯，你确定吗？你是不是确定？当他没有了 Q， 他也就没有了虚区。
800+700，281,16,15,1500，刚刚好。先来个攻速海，再来两把长剑。直播间还有个一圈的飞机抽奖啊，现在是零个人参与了我们抽奖，如果六分钟还没有人参与，我们就给它结束了。算了，上了，一会儿越塔再杀他。越塔杀他，他能经验吃的更少一点，而且他有孤立无援。谢谢紫狐的骑士的飞机，谢谢谢谢，直接上，嘿，我必须秒W不能成功。先闪一走，你有闪现吗？你没有。对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回家了。谢谢宅男子的飞机。1/2的中奖概率了啊！有大气的可以送点大气，我们还是差了点大气。他跑了，没有用了。现在我们已经能随便越塔杀他了。等一波兵线啊，这波兵线出来，把兵线一清，进塔他有孤立无援，没有孤立无援不好杀。挺肉啊，螳螂啊！你看，这就是没有孤立无援。谢谢中奖喵，感谢滴滴方块龙，还有三分钟开奖啊！我的塔皮。我有孤立无援，他没有。螳螂好像在这儿呢，我们找他去。我估计他不能走。命令必须得到执行。你说我开不开大呢？这波开大，他可能能秀我。
他们家中单是啥？飞机儿哈。抓抓抓抓抓抓抓，上当了！这盖伦有点肉，谢谢饺子睡醒了的飞机儿。我要是第一时间开大砍这个盖伦，可能还能好一点，把他砍死了，然后再砍个飞机，飞机砍完再砍个螳螂。你怎么的？要塔皮不要命是不是？盖伦没啥伤害，塔下应该不太用管的。抓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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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行了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谢谢龙骑士牛牛的飞机，还有二十秒开奖啊，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七分之一的中奖概率了啊。谢谢肥杰根。谢谢龙骑士牛牛和饺子睡醒了。最后来一个啊，有大气可以送点大气，我们差五个送礼人数。不过这螳螂其实没什么用，起来也没有用。嘿，哎，哇！一刀闪现，抓抓抓抓！给我杀螳螂！抓！啊，给你一刀！我们家这女警好像有点厉害啊！ADC 为什么狂妄？因为螳螂复活了。撤！哎呦，这小屁股！他敢把 E 放了，我没想到啊！咱俩就在这待着，啊！今天一定能等到这个螳螂，或者回家先出收集者。先出收集者吧。
这个女警要是对面的也挺好，其实这个女警要是对面的，这把我们应该能杀25个。但是没办法了，兄弟，我要去杀螳螂了。中路先来一个小法系，哎，一刀两刀，我出来螳螂盖轮，一刀，哎呀，好痛啊！他再等我2秒钟，我们都能把他杀了。谢谢宅男子的飞机，还是需要大家送点大气啊！还我们还是差了点大气。666 MVP 都可以，老让我用 W 了，没那反应，本来反应就不行，他老让我用 W 了，他闪现掏我，我哪有那反应？来了柯基，还有我柯基敢瞅我柯基，把你的屁股叫出来，我给你一刀。不能踩了，螳螂来了。我降的时候反应挺快，把他给我封了。一个彩色弹幕在这里落阴阳怪气儿，我不允许。把他给我封了，红色那个，我没有开玩笑啊，赶紧给把他给封了。从早上我就开始看着他。我就先给他留点面子，这螳螂什么装，出血手了呢，开始。谢谢轩轩轩爱猴哥的飞，不是飞战和大气。我就一直看见有一个彩色的，不是红色的就是绿色的。谢谢真当是误会一场的飞机，谢谢三姨太的飞机，我没有三姨太，谢谢三姨太飞机啊。盖伦裸反甲没有用，嘿，哎，我的穿甲超乎你的想象。西兰刀马上有，这螳螂杀了11个了，哇，12个了。来把塔姆，可以啊，下把来把塔姆。还有3分钟开奖啊、哦！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打条大龙也行。我来看看这波小法师有没有沙漏啊？首先对面的 ADC 直接一刀把他拿下，2刀把小法拿下，3刀把飞机拿下，4刀把螳螂拿下，5刀把盖伦拿下，嘿，哎，唰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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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一刀，两刀，你大爷，打人这么疼，哪来的飞机？这一波卡萨丁坏我事了，我说实话，没有这个卡萨丁，我能把他们都杀了，而且我还能走。卡萨丁坏了我的好事儿。我刚才先杀的是盖伦，杀完盖伦我杀的小法，然后杀米拉，本来能给我触发一波木印，等到飞机出来我一刀把飞机砍了，完事我们还能走，但是卡萨丁把飞机杀了，所以他坏我事儿。下路推吧兄弟们，这唐囊子整了个血手。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我看看啊，现在是四分之一的中奖概率，有没有喇叭可以喊个喇叭。哦呦，小法师有沙漏，我们推下路吧。哎呦我唐达，嘿，先杀柯基，我服了。谢谢方块龙，谢谢来和小兵玩耍。螳螂已经无敌了，他无敌个屁，他不就他还无敌呢？他用过欧莱雅男士洗面乳吗？真是还无敌呢。他基地都要爆炸了，他还无敌。谢谢水波可斌，还有一秒钟啊！谢谢误会一场肥杰根。我看看啊，最后来一个吧，我们最后一波肥杰抽奖。这波小法没有杀漏了，行，有眼儿吗？挺烦人呢，挺烦人呢。来中，这小破螳螂这还要无敌，我看你有多无敌。今天我到底要看看你有多无敌。点，别怕，点，漂亮，我看你能够无敌到哪里去。基地没了还不出来，我没有砍基地呀、啊！谢谢王大娘打小孩的两个飞机儿。